欢迎收看新奇视频。李小龙是很多国人的偶像，他让中国功夫打进了好莱坞。李小龙一直以来都有着很强的实力，就连拳王泰森都说过李小龙是一个杀手，自己在无规则的情况下打不过李小龙。或许两个人的体型会让这句话有着很大的争议，那么李小龙如果真的碰上与自己体型相差不大的特种兵，他可以用多长时间能赢呢？相信大家都看过《李小龙传奇》吧？在电视剧中，李小龙在美国开武馆时，第一个挑战者就是一位退役特种兵，然后直接被李小龙给秒杀。当然，这部影视剧中做不了什么参考，但是从李小龙的唯一实战录像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真实特种兵在李小龙面前依旧只有被秒杀的份儿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李小龙面对日本空手道冠军，李小龙的拳腿快到连摄影机都很难以捕捉，不到片刻就让这位冠军给秒杀了。天下武功，武坚不摧，唯快不破，李小龙将之诠释到了极致的地步。可以说在等同的体重的人中，很难有人能有李小龙的力量与敏捷度。碰上体型差距不大的特种兵，李小龙绝对有着极大的优势。只论搏击技巧的话，不携带武器的话，不吹不黑，李小龙打35特种兵还是可以的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